简单，中文对话。简单，中文对话。简单，中文对话。002，002。我建议，我建议怎么怎么样？我建议，我建议怎么怎么样？我建议你 you 把什么什么改了，把什么什么改了，把。坏习惯改了，坏 bad 习惯 habits。我建议你把坏习惯 bad habits 改了。我建议你把坏习惯改了，或者 or you can say 你可以说，我建议你 you。改，get rid of，改，或者是摆脱，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改掉，或者 or 摆脱你的坏习惯。我建议。你改掉你的坏习惯，我建议你摆脱你的坏习惯，我建议你改坏习惯，我建议你把坏习惯改了，我建议你把坏习惯给改了，我建议你改坏习惯，我建议你。改掉坏习惯，我建议你摆脱坏习惯，或者你还可以说，我建议你把坏习惯改了，我建议你把坏习惯给改了，我建议你把坏习惯给改了，我建议你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改掉坏习惯，改掉，把什么什么改了，把坏习惯 bad habits 改了，把坏习惯给改了。我建议你改坏习惯，改掉。我建议你改掉坏习惯。我建议你。把坏习惯给改了，我建议你改掉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戒烟，戒烟，烟。我建议你戒烟。我建议你戒烟。我建议你把烟给戒了。我建议你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把坏习惯给改了。我建议你戒烟。我建议你把。烟给戒了，我建议你把烟给戒了。我建议你把烟给戒了。我建议你把烟给戒了。我建议你戒烟，我建议你把烟给戒了。
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。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。或者你也可以说，我建议你离开这座城市，这个这座。这座，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。我建议你离开这座城市。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，这座城市，或者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离开。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离开。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，城市 city， 离开 live。我建议你离开这座城市，这个这座。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离开，从什么什么离开，从什么什么离开。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 the 城市 city leave。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离开。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。我建议你离开这座城市。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离开。我建议你从这座城市离开。好，下面 next。你在干什么？你 you 在 ing 在 ing 干什么？干 do 做，或者说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 you 在 ing 干 do 或者是做。你在做什么？做干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小李，小李，小。你在干什么？小李。你在做什么？小李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小李。你正在干什么呀？或者你正在做什么呀？你正在干什么呀？你正在做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做什么呀？你在干啥呢？你正在干啥呢？你在做啥呢？你正在做啥呢？你在干什么，小李？你在做什么，小李？或者你可以说，或者 you can say， 你可以说，小李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小李呀，你现在正在做什么？现在 means now， 你现在 now，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？你现在正在干什么，小李？小李呀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小李呀，你在做什么呀？你正在做什么呀，小李？小李，
你正在干什么呀？哟，小李，你在干啥呢？哟，这不是小李吗？你正在干什么呢？你正在做什么呢？你正在干啥呢？ Next， 下面啊。我在，我 I 在 ING， 我在打我的电脑游戏。电脑 computer 游戏 game 电脑游戏，我的 my 我的 my， 在 ing 打就是这里表示 means play 玩的意思玩。我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玩。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玩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的 my， 我的 my。我在打 play， 在 ing。我正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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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电脑游戏。我建议。Or you can say, 我建议你 you 花 spend 更多的 more， 我来调整一下。更多的时间 time reading 阅读，我建议你花更多的时间阅读，我建议你 you 花更多的时间阅读，我建议你花更多的 more 时间 time 阅读。还可以说，我建议你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，或者我提议你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。我提议你用更多的时间来阅读 reading， 我建议你用更多的时间来阅读，我建议或者说我提议你把什么什么用在什么什么上，把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 more 时间 time 用在阅读上 reading。我建议你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上。我建议你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。我提议你用更多的时间来阅读，我提议你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上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上，用在阅读上。好的，我会的。OK，I will， 我会的 ，will。好的，我会的。好的，我会的。
好，我会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，听你的 ，listen to， 听 ，listen to。我会听 ，listen to you 是你，你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。OK，I'll listen to you. Listen to 听你。好的，我会听你。实际上就是 OK， 我会听你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话。Your words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话。话就是 words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话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会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话。好，我听你的。Or， 你也可以说 also 也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 ，OK， 就按你说的办，也就是就按照你说的办，就按照你说的办，你说的 you， 说的 see， 办 do， 好的，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好的，就照你说的做，就按照你说的做，照这个字念照，这个字念按，按照，按照，好的，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就按照你说的办，好的，就照你说的做，或者就按照你说的做，好的，一定，好的，一定，好的，一定，好，知道了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建议你把坏习惯改了。我建议你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把坏习惯改了。我建议你把坏习惯给改了。我建议你改坏习惯。我建议你改掉坏习惯。你也可以说我提议，也是可以的啊。我提议，我建议你戒烟，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，我建议你戒烟，我建议你把烟给戒了。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城市，这个你也可以说这座。我建议你离开这座城市，我提议你离开这座城市，或者我建议你从这个城市离开，我建议你从这座城市离开。我提议你从这座城市离开。你在干什么，小李？或者你可以说，你在做什么，小李？或者，小李呀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做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正在做什么呀？你在干啥呢？你正在干什么呢？你正在干啥呢，小李？小李呀，你正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好，再往下 ，next， 我在打 play 玩儿，我在打或者我在玩儿我的电脑游戏。我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在玩儿，喏，玩儿我的电脑游戏，
我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打我的电脑游戏，我在玩我的电脑游戏，我正在玩我的电脑游戏。好，往下 next。我建议你花更多的时间阅读。我建议你花更多的时间阅读，或者我提议你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。我提议你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。我建议你用更多的时间来阅读。我建议你用更多的时间来阅读。我建议你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上。用在什么上呢？用在阅读上。什么 ?what? 我建议你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阅读上。好的好的，我会的。好的好的，我会的。好，我会的。好的，我会听你的，听 listen to 你 you。 好的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你的话 your words。 好的，我会听你的话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的，就照你说的做。就按照你说的做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好的，一定。好的，一定。好，知道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